哦，你发上去可能很容易就出单。如果你是新手，你说："哎，我坚持了很久，我见不到这些收益，你们能给我一点信心？"那么你们可以试着去发一些这些。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觉得我这个月收入比较少，我想搞一些佣金高一点的，那么就可以去找一些那些大件的东西，比如说大空调啊、大冰箱啊，或者去找一些那些比较冷门的那些东西搞佣的，就看自己去选择，因为它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东西小单价低的，往往出的单就是比较快；东西大的，大空调、大冰箱，那你一家人往往就能买那么一个，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就比较聪明，他说：“哎，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因为双十一的它折扣大，肯定好多小伙伴准备买这个折扣大的。那么折扣大的，如果说是平常的一双拖鞋，你也不可能举到省个几百甚至上千块钱。其实这时候是最好做的。那么呢，如果说你想要赚的钱多一点呢，赚的米多一点呢，我建议大家去多发一点这个大单价的。”你不要问太多的为什么，我给你说，我们群里面小伙伴，你看出了这东西，香奈儿包啊这些，随便动不动都大几百呀、上千的，还有那些大家居呀、啊，还有一些那个小车的一些啥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就没办法给大家细说了，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去做。那么有些小伙伴说，哎呀，聪聪老师，为什么你们的找的那些东西啊？这佣金怎么都那么高呢？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为我群里面的小伙伴都是借助了某些软件来过滤这些佣金。如果说你们没有这些东西，你们就一个个去找，直接在那个京东内容助手那选品里面一个个去看，金粉里面去看也可以。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么你找到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洗发水，比如是什么牌子，那你直接搜索这个牌子，你一个个去找，一个个去对，一定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佣金高的。当然，我还是有个小建议，洗发水这些东西你没必要去找了，你觉得差不多就放上去就行了。但是，一些大一点的东西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多花一点心思，因为这个佣金多的话，佣金高的话，很多单位去推这种东西，很容易产生爆款的。当这一个产品因为有了你的参与成了爆款的时候，其实你的收入是最丰富的。那有没有发现啊？越是碰到这个大节啊，比如说618，现在即将来临的双十一、双十二年货节，越是碰到这些大型的这种购物节啊，京东视频这个审核规则啊越来越严。其实也不单单是京东视频啊，其他的那些视频也是一样，抖音啊。或者快手的这些博主啊，我们是有关注啊，就是说我们发现他们碰到这样的时候，他们的视频上传数量也会少很多。为什么？因为一旦碰到这样的节假日啊，他这个审核机制会严特别特别的多。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第一个呢，我们消费者来说，一旦碰到这些购物节啊，这些商品的活动力度啊。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购物的狂欢节，对于平台来说是一个终极的一个考验。不单单是一个人流量暴涨的问题，还有一个呢，视频啊、商品啊这些都要从严的审核，避免出现这些差漏。那么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下，肯定是从严，宁愿去错杀，也不要去放过，免得对自己平台产生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影响。这个视频突然又增多，商品商家又增多，那么商品商家又增多的情况下呢，往往就会有一些招更多的临时工，甚至一些是外包。那么外包的时候，其实你认真的去培训，你可能会要一定的时间，你不如关注对他说，超过多少的重复率，直接咔咔。就这样子，所以现在的视频是特别特别严。那么严到什么程度呢？目前群里有些小伙伴啊，自己拍的原创都过不去，说的是什么涉嫌镜头抖动啊等等。当然呢，比你们的小伙伴遇到的问题，包括你们所遇到的问题，往往我也遇到了。我之前发了一批原创的，我是拉这个通过率的，我发了十几个，其实有一半是没有过去。我看了一下，是涉嫌镜头抖动啊，涉嫌搬运啊。其实这些方法怎么样去处理呢？这个经过我们的测试，只要不是说涉嫌搬运啊，我说的涉嫌搬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把那个商家的那些达人的 ID 号都发出来了，那么这种其实你是没啥挽留的，这种东西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删掉就行了。其他的问题，像这些镜头抖动啊。
标题不同创啊，甚至是那种仪式洗稿，其实你重新提交一下是有机会过的。你只要换一个这个审核人员，你重新提交一下，换一个审核人员，他就有可能给你过。当然呢，你要是重新提交之后他不过，你再可以提交一下。当然三次不过的话，那肯定是你视频确确实实有一些问题。那这个东西你就没啥好说了，你直接把它删掉。然后呢，我另外给大家提一个醒了，如果说自己原创拍的时候，建议就像我此时此刻一样，就是用一个这个支架这样子来拍，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说涉嫌这个镜头的抖动，这样子能够非常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这个。另外我要说一下的是啊，在座的小伙伴。另外我要说一下的是啊，小伙伴们在拍摄这个自己的原创视频的时候，最好像我此时此刻一样，用一个这个支架，然后再拿着这个产品这样子拍。其实这样子拍的话，就极大的避免了这个镜头抖动的一个情况。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镜头不抖动的话，看着这个产品会更加的清晰。你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我肯定会遇得到。当然，我们遇到的，我们群里面一些小伙伴都会遇得到。当然，大家也不要去说这些东西，为什么我现在才出这个视频？因为呢，你们所遇到这些问题，我肯定也会遇得到，因为我也有在做。如果说我没有遇到，那么群里面小伙伴也肯定会遇得到了。当然，这些问题我一般都是在群里面及时的处理、及时的解决。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个视频会稍微有点邂逅啊，但是呢，我确确实实有点忙。只要是你们遇到这些问题，我知道的，我都会尽量的帮你们解决。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困扰到你们的，你们看到我这个视频，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面留下言，我告诉你们怎么样去解决。有些小伙伴说，哎，这个素材去哪里找啊？自己家里面没有那么多东西拍哦。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哦，因为我们做过测试，一个男生的一个家里面，正常的话哦，一个家里面100样东西是怎么样都有的啊。如果是女生的话，大概是150多样东西啊。当然，有些那个家境好一点的，可能这个产品啊更加的多。我说的是最普通的这些，但是还是有些小伙伴说：“哎，原创我不会拍，那这个素材我们去哪里找呢？”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当然，最好的方法无非就是同行啊，同行。这个咱们一个个说。第一个呢，我们先说一下外面主流的这个平台。目前的话，某音应该是中国最大的这个视频网站啊。然后呢，过来是某手，其实还有一个平台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就是一个 B 站，只是那个视频呢，它是更多是趋向于这个韩版，只是说我们在做金融视频的时候，韩版的视频它的流量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好，当然呢，这个就看自己的需求去做。其实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啊，越是没人玩的，你去玩可能是效果是越好的，因为韩版的视频吧，你就把它弄下来，然后你给它换成素版的，因为韩版的很多人。你和我一样，哎，都觉得韩版的啊，我不好，我不要。然后呢，你就把它弄下来，然后你再把它变成这个竖版的，那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网站啊，特别是它的同行，比如说某多啊，或者说某美啊，或者什么易购啊等等，其实特别特别的多。视频质量最好的，可能就是同行的这些视频啊，大家。我在这里没办法说的太多啊，因为群里面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些东西，我都讲得很详细。如果说你还是想知道一些比较那个精髓的东西，那你在评论区告诉我，我告诉你。还有小伙伴问我说：“闯闯老师，我这个很多视频过去怎么办？”那么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我说。第一个呢，你要看看是什么原因。如果说涉嫌这个镜头抖动啊，这些你其实重新提交一下。如果说不嫌麻烦的话，你自己去找到这个视频的原视频啊，在抖动的那个部分，给它稍微剪辑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标题。如果说标题不合适的话，那你自己按照它的要求去改一下。那么仪式洗稿这些呢，你要看清楚是哪些问题。如果说不行的话，你可以加一些这个点关注啊这些的一个小小的一些贴纸，你去试着去弄一下。如果说是那种涉嫌搬运，然后把那个打人 ID 号都弄出来了，这种是没啥用的，没啥补救的方法，你直接把它删掉就好了。那么呢，如果说你很多这样的情况下，那怎么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去快点去拍一些这个原创视频，去把这个通过率先拉一拉，因为只有你的通过率上来了，你这个号才是安全的。那么还有一些小伙伴说，那虫虫老师，你只告诉我这个解决方法，我们下次去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如何避免这些东西呢？那么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干货，包括我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些剪辑的，其实我都讲得很详细，包括哪一个参数它是有什么作用的，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那么如何找到合情合理的参数呢？我给大家一个最最直接的方法，就直接在京东的逛那里面去找，看看别人的那个视频，他们加了什么东西。我给大家说一下的时候，第一个呢，你找的话不要找几十个视频的，同样是这么一个人脸的，那么这种就是原创的，它都是原创的，它肯定是没加什么东西，就算它加了，那也没用啊，毕竟是别人原创了，对不对？你要去找那种十几个视频，它都是不同的人脸、不同的这个产品的讲解，然后你去看一看他们，那个他加了什么，是不是加了特效啊，是不是加了贴纸啊，等等，往往。你要看最稀奇的，他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如果一个视频看不懂，那你就多找几个视频，总有一些你合适的。而且我很直白的告诉大家，你在那里看到的很多都是我们群里面的，你去看一看，去学学，肯定对你有帮助的。有些小伙伴在我的评论区里面留言说，为什么有些老师教他们做的是这个视频啊，要垂直？为什么我说的都是大杂烩，而且我群里面很多小伙伴也是大杂烩，就是每个评论的话，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其实我想说，两个都是正确的。第一，你专业的话肯定是垂直最好。比如说你做家电，你一直做着家电，那么你出单的效果可能会相比大杂烩肯定会更好，也会更显示得出你的专业。但是呢，我们实测过，为什么我们是大杂烩？因为我们实测过，不单单我自己，包括群里面小伙伴也在实测。其实京东的流量最好的就是跟随活动的。京东跟随活动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可能今天是超级家电节，明几天或者过几天，那么就是超级母婴节等等。那么呢，如果说你跟随到了京东的这波活动，那么这个活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它会给予我们很多的流量。你要是想做的专业一点，那么我建议你做垂直。如果说你想跟随这个流量，那么你可以搞一个大茶会。其实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啊，你要是号多的话，你自己可以做几个垂直的号，然后有一些号呢是跟随京东的活动，其实这样的是两不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建议。如果说你还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啊，我出个视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非常让我难过的一个消息啊，一位外卖的小哥。他送餐的途中感染了这个肺炎的阳性了，然后调查他的这个行踪轨迹啊，看见他从早上送餐送到晚上，他只在早上的时候吃了那么一个早餐。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最底层的那些小伙伴。然后我看到好些评论在说。啊，这个多么勤劳啊，多么勤快！其实我从来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歌颂任何的苦难，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因为我们的生活原本可以过得更好，但是我们很多人没办法去摆脱这种情况，只是说因为自己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去做这些东西，没办法，知道不？没有一技之长，你去工厂里面搞个技术。啊，你又没有，你去工厂里面做个管理，你啥东西都没有，是不是？你去工厂里面做个普工，可能你又觉得哦，家里面要照顾，你又想离家近，又想时间自由一点，那么我们只有去做这些，但是这些的收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仅仅够生活的温饱。曾经我和大家都是一样，都是在最底层的路上一直在走。其实想说，这条路真的走得很累，真的很累的。然后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下我群里面的信息，因为我们群里面主要是做视频带货这一块的啊，好些小伙伴一个号一天哦，就是双十一这一天，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在我群里面比比皆是。但是对比那个外卖小哥，其实差距特别特别的大。我很庆幸你们能看到我这个视频，也很庆幸当你们关注了我这个视频之后呢。平台会推荐更多与我们类似、比我优秀的这些知识输出的博主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输出知识的时候，总有一些是你们还没有了解到的。
当你没有了解到的东西，你去学习、去吸收之后，你要知道世界上永远永远都存在着这个知识差。你不知道的东西，只要你去做了，你简单的去尝试，你觉得这个东西啊，好像值得自己去做，坚持一下，往往你去坚持去做了，总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点点的惊喜，特别是互联网的平台。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哦，互联网应该是普通人翻身最好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它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多技术的堡垒，所以的话不单单是视频带货，包括二手的置换呀，比如说某鱼啦，包括某些平台的拉新啊等等等等，很多自己可以去多看看其他博主的这些视频，多去了解一下，多去学习一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坚持去做。相信我，虽然说给予不了你一夜暴富，但是至少你的生活的柴米油盐，这些肯定能够给你惊喜的。我看到我的视频下面有留言说，闯闯老师，你们获取视频素材的方法漏透了，落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从购物平台里面去寻找那些买家秀的素材。其实我想说，这位小伙伴真的非常的优秀，他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其实一直在做，只是我有的时候啊，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直接讲的，我是没有任何草稿的，我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然后我要说一下那个方法，我们一直也在做。其实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贵在真实。因为很多买家啊，买完之后呢，把这个视频拍上去，一端是啥，很多视频并不是非常的清晰，还有一个呢，它达不到我们这15秒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呢？其实我们也采取这些素材拿来混剪，其实混剪的效果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再配上自己的声音，那么就是一个属于有自己的创作灵感的这个视频带货了。既然聊到了这里呢，那么再与大家分享一个干货的一个知识啊，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最大的视频素材网站是哪一个？对，没看错，就是中国的某音啊。其实竖版视频第二大的就是某手，横版的就是某站。其实这个呢，在中国都是数一数二的视频平台，那么它的素材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几乎每一秒这些平台都有新的视频素材上线。我相信如果说你去做过的话，你肯定搬过这里面的一些素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搬不过别人？明明上面的博主一分钟之前才发的，我现在搬下来，我怎么上传上去就传不上去呢？传上去就说涉嫌搬运了，什么个情况？那么其实我告诉大家，他们都有黑科技。现在外面有一款软件，就是说上面的博主，比如说某音，他上一秒发了这个视频，下一秒就下载到了他们的电脑上。你去想嘛，你手工去搬，你慢慢的去等，慢慢的去找，你如何搬得过那些有黑科技的小伙伴呢？你如何搬得过他们呢？现在我群里面基本上每个人都有用这些软件，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的是啊，我闯闯，我一直都是支持原创，我希望大家做这个视频带货的时候去原创，实在是不行的话就去困件，加入属于自己的灵感，加入属于自己的创作思维思路去。搬运的话毕竟是一件不见得光的东西啊，我建议大家还是都尊重一下那个原创的作者。今天给大家聊一下关于京东视频这个权重的问题啊。之前我说过，京东视频其实是不用养号的，直接发视频就行了。但是你们看过我上几期的视频应该知道，最近京东视频审的特别特别严，原创视频都很多不过，要么就说涉嫌这个镜头抖动，要么就是涉嫌要言之有物等等这些问题，说明京东视频审核变得非常非常严了。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跟随他们的政策，我们要把自己的通过率拉一下，我们要把号要养一下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新号刚起的时候发十几二十个原创视频先，至于怎么发这个原创视频，你们翻一下我前面的视频，那里讲的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原创视频发上去，把通过率先怼在那里面，哪怕后面我们发的一些视频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比如说镜头抖动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前面有那么高的通过率在那里面，我们拉一拉，我们的账号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还一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些小伙伴，只要是久不发视频的这些账号，如果说发三五个、七八个这种视频连着不过的，这种号很容易三十天直接封三十天。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些小伙伴，很多被举报下线的，甚至还搬了某个电视台的主播，大美女主播，而且都收到了京东的电话，但是那个视频下架了也没啥影响。双十一的时候他那个号，就单单他那个号一天也是几个 W 啊，是不是？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原创视频先拍一拍，先把自己的通过率拉一拉，你先不要去提这个东西权重不权重的，我们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账号养得稍微好一点。想了好久，觉得还是与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都知道双十一是一年当中最大的购物节，也是我们视频带货从业者的最大的最好的赚取佣金的节日。目前我们群里面小伙伴收获都很多，我相信你看这个视频的你也是收获满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双十一已经过去了，哪一个节日对于我们来说最俊，然后佣金又是最好赚取佣金的呢？有些小伙伴会说是双十二。双十二怎么说呢？和618差不多。双十二的话，因为冬天来了，很多人买这些厚一点的衣服，而且厚的衣服这些啊，它的佣金往往都是偏高，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想说的并不是双十二，其实是一个年货节。为什么呢？其实你们自己想一想也能够明白，年货节是什么，就是马上要快过年了。那么快过年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想给群里面的小伙伴这些搞点好的印象，在亲戚朋友面前留一个好的印象。那么主要是买一些东西，买一些什么东西呢？肯定是买贵一点的。那么大家呢一般是买什么东西呢？可能就是一些奢侈品的，比如说香奈儿啊，比如说很贵的那些手表啊。那么这些东西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是架不住它单价高啊，而且相对冷门的东西那个佣金特别特别的高。比如说群里面那个小伙伴有一个那个二手的百达翡丽98万多二手的，然后呢那个佣金比较高，有六个 W 在双十一也是出单了。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年货节快来了，我们要准备好一些素材开始往上做了。那么我们主要是攻哪一块呢？就是攻那些单价高的。在京东这个平台，你不要说单价要多高多高，太高了会不会有人买了。我告诉你们啊，群里面小伙伴98万的百达翡丽那个也出去了，有一个是200多 W 的那个百达翡丽也出去了，但是呢那个200多 W 的它那个佣金比较低，一个店也是2W 多。但是呢你知道这种东西出一个单，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其实是多大的欣慰，对不对呀？我们只是发了一个视频而已。所以年货节快到了，大家加油去做，去做那些高佣的，然后又相对比较冷门的，然后那个单价又要高的那些，大家快点去发。我们在这一波赚到一点米，我们也把自己装扮的漂漂亮亮的，给自己过一个安心的好年。做的小伙伴啊，如果说有认真去发这个视频的，可能就发现了啊，双十一之前到现在为止，京东视频的这个审核啊一直都很严很严。那么在双十一之前主要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出现的是排除事前搬运那个啊，就说自己原创视频很多都过不去，主要是涉嫌这个抖动。那么抖动呢，我之前的视频已经给大家讲解过，然后呢也告诉大家如何去处理，就是重新提交一下就好了。那么呢现在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现在呢很多小伙伴拍的原创视频大家都过不去，说的是要言之有物。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客服，客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不要那么安安静静的，不要只拍外观，你要么就要有字幕，要么就有人声介绍，总之就不要给别人单纯的看一个东西，你要多切换一下镜头，让别人知道你这个视频讲解的是什么。
那么呢，遇到这样的问题又是如何的去处理？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哦，就是和那个镜头抖动的一样，你只要把这个视频重新提交一下就可以了。我曾经试过七八个视频，全部都是不是说全部啊，90%以上都说涉嫌这个言之无物啊，言之无物，找不到重点了。那么呢，我重新提交一下之后，下午他就给我审核了，全部都给我过了。那么这个群里面的小伙伴就非常清楚，因为这我发出去测试到结束，全部我在群里面都接近直播的形式啊。因为我们群里面呢是最纯粹的交流啊。当然在座的小伙伴，我希望大家发的一些视频啊，都是有一些实际的意义，就是说这个视频一旦放出来，别人就知道你讲解的重点是什么。如果说大家实在是不巧碰到这些涉嫌洗稿啊，涉嫌这个要言之有物啊，或者镜头抖动这些，大家可以试着去重新提交一下。如果说提交一次两次都还不够，那么肯定是视频质量有一点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要抛弃，然后赶快的去拍一些原创的视频，去把这个通过率拉一拉，要不然自己的号就会有点危险。那么我还是重复一下，这个原创视频要怎么拍，就比如说你看到我这个视频，我是有一个固定的支架夹在这里面，然后呢这个是有什么好处呢，就防止这个镜头抖动。然后呢我们就拿着这个产品，比如说现在我拿一个产品啊，你就这样子给他讲解，比如说这个产品有多好多好，你看外观时尚大气是不是，就这样子给大家讲解，把我们的通过率一拉，我们的权重提升一下，后面我们的号就安全了，那么这个米收的也是踏心实地的，对不对？好，大家还有什么不太了解的，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来回答。做的小伙伴啊，如果说有认真去发这个视频的，可能就发现了啊，双十一之前到现在为止，京东视频的这个审核一直都很严很严。那么在双十一之前主要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出现的是排除涉嫌搬运那个就说自己原创视频很多都过不去，主要是涉嫌这个抖动。那么抖动呢，我之前的视频已经给大家讲解过，然后呢也告诉大家如何去处理，就是重新提交一下就好了。那么呢现在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现在呢很多小伙伴拍的原创视频大家都过不去，说的是要言之有物。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客服，客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不要那么安安静静的，不要只拍外观，你要么就要有字幕，要么就有人声介绍，总之就不要给别人单纯的看一个东西，你要多切换一下镜头，让别人知道你这个视频讲解的是什么。那么呢遇到这样的问题又是如何的去处理，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哦，就是和那个镜头抖动的一样，你只要把这个视频重新提交一下就可以了。我曾经试过七八个视频，全部都是不是说全部啊，90%以上都说涉嫌这个言之无物啊，言之无物，找不到重点了。那么呢我重新提交一下之后，下午他就给我审核了，全部都给我过了。那么这个群里面的小伙伴就非常清楚，因为这我发出去测试到结束，全部我在群里面都接近直播的形式啊。因为我们群里面呢是最纯粹的交流啊，当然在座的小伙伴，我希望大家发的一些视频啊，都是有一些实际的意义，就是说这个视频一旦放出来，别人就知道你讲解的重点是什么。如果说大家实在是不巧碰到这些涉嫌洗稿啊，涉嫌这个要言之有物啊，或者镜头抖动这些，大家可以试着去重新提交一下。如果是提交一次两次都还不够，那么肯定是视频质量有一点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要抛弃，然后赶快的去拍一些原创的视频，去把这个通过率拉一拉，要不然自己的号就会有点危险。那么我还是重复一下，这个原创视频要怎么拍，就比如说你看到我这个视频，我是有一个固定的支架夹在这里面，然后呢这个是有什么好处呢，就防止这个镜头抖动。然后呢我们就拿着这个产品，比如说现在我拿一个产品啊，你就这样子给他讲解，比如说这个产品有多好多好，你看外观时尚大气是不是，就这样子给大家讲解，把我们的通过率一拉，我们的权重提升一下，
后面我们的号就安全了，那么这个米收的也是踏心实地的，对不对？好，大家还有什么不太了解的，直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来回答。想了好久，觉得还是与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都知道双十一是一年当中最大的购物节，也是我们食品带货从业者的最大的最好的赚取佣金的节日。目前我们群里面小伙伴收获都很多，我相信你看这个视频的你也是收获满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双十一已经过去了，哪一个节日对于我们来说最俊，然后佣金又是最好赚取佣金的呢？有些小伙伴会说是双十二。双十二怎么说呢？和618差不多。双十二的话，因为冬天来了，很多人买这些厚一点的衣服，而且厚的衣服这些啊，它的佣金往往都是偏高，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想说的并不是双十二，其实是一个年货节。为什么呢？其实你们自己想一想也能够明白，年货节是什么，就是马上要快过年了。那么快过年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想给村里面的小伙伴这些搞点好的印象，在亲戚朋友面前留一个好的印象？那么主要是买一些东西，买一些什么东西呢？肯定是买贵一点的。那么大家呢一般是买什么东西呢？可能就是一些奢侈品的，比如说香奈儿啊，比如说很贵的那些手表啊。那么这些东西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是架不住它单价高啊，而且相对冷门的东西那个佣金特别特别的高。比如说群里面那个小伙伴有一个那个二手的百达翡丽98万多二手的，然后呢那个佣金比较高，有6个 W， 在双十一也是出单了。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年货节快来了，我们要准备好一些素材开始往上做了。那么我们主要是供哪一块呢？就是供那些单价高的。在京东这个平台，你不要说单价要多高多高，太高了会不会有人买了？我告诉你们啊，群里面小伙伴98万的百达翡丽那个也出去了，有一个是200多 W 的那个百达翡丽也出去了，但是呢那个200多 W 的它那个佣金比较低，一个店也是2W 多。但是呢你知道这种东西出一个单，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其实是多大的欣慰，对不对呀？我们只是发了一个视频而已。所以年货节快到了，大家加油去做，去做那些高佣的，然后又相对比较冷门的，然后那个单价又要高的那些，大家快点去发。我们在这一波赚到一点米，我们也把自己装扮的漂漂亮亮的，给自己过一个安心的好年。今天给大家聊一下关于京东视频这个权重的问题啊。之前我说过京东视频其实是不用养号的，直接发视频就行了。但是你们看过我上几期的视频应该知道，最近京东视频审的特别特别严，原创视频都很多不过，要么就说涉嫌这个镜头抖动，要么就是涉嫌要言之有物等等这些问题，说明京东视频审核变得非常非常严了。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跟随他们的政策，我们要把自己的通过率拉一下，我们要把号要养一下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新号刚起的时候发10几20个原创视频先。至于怎么发这个原创视频，你们翻一下我前面的视频，那里讲的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原创视频发上去，把通过率先怼在那里面，哪怕后面我们发的一些视频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比如说镜头抖动等等这些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前面有那么高的通过率在那里面，我们拉一拉，我们的账号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还一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些小伙伴，只要是久不发视频的这些账号，如果说发3、5个、7、8个这种视频连着不过的，这种号很容易30天直接封30天。我们群里面还有些小伙伴很多被举报下线的，甚至还搬了某个电视台的主播，大美女主播，而且都收到了京东的电话，但是那个视频下架了也没啥影响。双十一的时候他那个
好，就当然他那个号一天也是几个 W 啊，是不是？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原创视频先拍一拍，先把自己的通过率拉一拉。你先不要去提这个东西权重不权重的，我们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账号养得稍微好一点。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常用的这个方法啊。第一个呢，我们肯定是选品，选品的话这里面可以选择一些高佣的出来，我们看一下啊，这里有热搜，然后热播、高佣等等，这里面有很多类目啊，可以自己选择。你看一下，这里是直接和这个金融内容助手是一样的啊，比如说家用电器吧，这个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然后这里二级类目、三级类目，大家自己可以去选择，包括这里面关键词啊，比如说格力啊、美的啊，都可以添加上来。这个价格也可以选择，就看自己需求，比如说100块钱以上到多少钱。我重点说一下的是这个佣金比例，这个佣金比例你想要多少就可以达到多少，然后去设为条件来筛选。这个佣金的话，如果说我们打一个50的话，就是50到1000，我直接打30吧，30到10000吧，就是说只要是超过30块钱以上的，超过10000以下的这些佣金，我们都能够筛选出来。好，我们直接点一下选品。好，我们直接再采集啊，这个因为这里给大家做演示而已，我们就不采那么多，等下采下来这里面就可以了。好，我现在暂停一下，这里很多任务大家自己去选择啊，包括这个佣金也是可以选择，比如说我要50块钱到1000块钱以下的，都可以选择，这个功能特别的多，大家要去研究一下。好，我们右键然后全部选中，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它这里面还有一个渠道的，我们可以直接查询上线次数啊，这都是可以查得到的啊。这个是横版的，这个是竖版，看到没有？看自己的需求啊，直接来采集就行了。当我们采集到这个素材的时候，这里面是可以直接添加到我的商品这里面去，然后呢还可以复制这个商品的 ID， 复制商品的名称等等，这里特别特别的多的功能。我只简单的讲一下大家比较常用的啊。这里面有这个下载选中，这里面就是一些视频啊、图片啊，这是商家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商品来了，添加到商品在这里面。那么这个功能呢，对大家也是特别实用。当我们发的这些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可以右键全选，全部选中，直接点一下删除就 OK 了。然后呢，这里面是一个采集一些打量号的，这个打量号我是没有设时间。就是说哪怕你放100个、1000个打量都可以，我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这是一页到第一页，第一页第一页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采一页，这个采一页，这个采一页，这个采一页，大概这个意思。我这里设置了一个条件就是竖版的，其实你们喜欢横版就喜欢横版，视频时长这些大家都可以去选择，看自己的需求啊。然后我全部选中，然后呢直接挖掘一下它，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啊。我先把这个清空一下，大家就看得到这是一个竖版的啊，我们这里应该也采完了啊，已经采完了，采完了，他自己把这个佣金这些全部都筛选出来。那么我要说一下这个功能，其实这里面可以大家排下序啊，可以比如说我要5个点以上的啊，或者我佣金我排下序，这个我们都可以选择。然后这里也说一下啊，这里面也是可以选择这个佣金的啊，比如说我，因为我这边的位置不够。所以的话我还是共用了这同样的按钮啊，比如说我要4个点以上的，然后我直接在视频这里面直接右键，大家再看一下，这里功能特别特别多，大家去选择自己需要的这些东西啊。我先过滤一下佣金不满意的，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前面的这个佣金就不达标，后面的达标，是不是佣金？然后我们右键直接下载选中视频，当然也可以添加到我的商品啊，然后下载选中视频 ，OK， 它就已经好了，看到没有？是不是4个点以上的都全部下来了？那么下的视频也是特别的快，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呼，特别特别的快。好，如果说需要封面这些，大家看这个自己来用啊。然后这个搜索这里放一些关键信息可以搜索出来，这导出视频就是大家有些公司啊这里用的，那就用这个功能也是挺不错的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码，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名字，我就是闯闯，然后呢勇闯天涯就是我取了我名字的一个字，把这个带上来，我觉得勇闯天涯还是挺不错的。现在我们是讲解了这个采集这一块，那么这个素材已经采好了，那么我们还配了什么东西呢？还配了这个剪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剪辑的话右键
给大家看看，功能特别特别的多啊。当然你看分割就是困简一些常用的，然后呢右键还有呢这个独立功能，大家可以看看，特别特别多了啊，看大家的需求。当然如果说你们用上了这个，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去弄啊。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还不太保险，那我们这里还配了一个这个素材，这个剪辑的，刚刚那一个剪辑也是特别厉害的啊，这里面还有一些贴图啊，还有蒙尘。我们采集完素材之后呢，我们再剪，已经剪辑完了，那我们再看一下上传，上传是我刚刚上传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呢，大家需要多少个号就直接打开浏览器添加 Kiko 那么就好了。如果说你这里是100个号，你这里打了100，我们这个都支持的。然后可以看一下这里可以挂一些标签，包括封面这个佣金选择，这些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直接看一下我这个，我们直接上传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哦，我这里哎这么多哦，这是航班，我看一下竖版的，这是随便挑一个，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按摩椅然后这个是自己一个商品，然后我们预览一下大家应该知道我这里是打的是家电的标签啊，家电使用技巧还有懒人生活，是不是，我们看看是不是家电使用技巧懒人生活等等，它会自己挂，只要我们挂上来就好了。那么这个发布呢，它无论是多少个号，哪怕你100个号都是可以一起发布。我们看一下我这里发布了14个，它是这样子，比如说2个号它是一个跟一个，平均下来一个就7个这样子。我这里刚刚有一个是发布失败的，发布的时间大家是可以设定的啊，我这里设的是5秒到10秒，如果说你觉得太快了你可以设慢一点，可以50秒到100秒，这个单位是秒，大家如果说嫌快的话大家可以加一个数字，比如说50秒到110秒，这些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上传一个号和100个号其实时间是一样的。目前的话，从采集到发布，我简单的讲解了一下，有什么不懂的你再问我。我是闯闯啊，好久没更新视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发现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啊。我上了这个视频，我并不知道讲什么东西，而且我很多的问题，我基本上都在群里面处理了，你们不懂的，我直接在群里面说了，所以以至于我。就是上了这个视频我真的不太清楚叫什么，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有些小伙伴通过我之前的视频找到我，然后和我语音聊了一下，我发现为什么他们与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同样是做这个视频带货，为什么他们的佣金区别特别特别的大，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可能是一天大几百的上千的，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包括国外，但是以我打电话的这些小伙伴往往都是一个月可能才几百块钱，可能才几十块钱，其实视频上传的都是差不多，直到后面我才知道了，很多小伙伴其实做这个视频带货第一步就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小伙伴直接是找到这个视频，然后去找到这个链接给他直接挂上去，这个佣金呢就大致的看一下，或者是说随便刷一刷啊，看见哪一个可以那就直接挂上去，也不去看销量，也不去看有没有佣金更高的，直接找到直接挂上去就行了。而我们不一样，我们可能是直接有那个软件一键代替啊，但这个我们先不谈，就是说选品的这一块很多小伙伴第一步就已经错了，为什么呢？其实选品的分好几种了，有季节性啊、爆发性、正当性的，这些我与大家简单的交流一下选品这个呢。第一个呢，它的顺序肯定是爆发性。什么是爆发性的呢？比如说中秋节来了，那么你就发这个中秋节的，比如说月饼啊这些，能理解吗？马上就要过年了，那么画画、对联啊等等年画，这些是不是爆发性的？这种东西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周期很短，但是它一旦爆发的时候，它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做的时候排在第一位，这种是属于一种爆发性的。那么过来呢，它就是一个季节性的。季节性的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啊。之前的话我给大家拍视频的时候都穿成半袖，现在看到没有，天冷了穿着羽绒服了。那么这种羽绒服这就属于季节性，这种东西我们一定要去做，现在冬天来了发发羽绒服这些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正当性。正当性的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酒啊，中秋节的时候那个白酒你是不是上上去，它是不是销量会好一点，但是呢你过完节之后它不可能说不卖吧，是不是，它还是有那么一波小高潮的，所以这种东西我们也是要去做一下。当然前面说的是它有一点波动，
我们要维持自己的账号的稳定，我们必须要发一种稳定性的一种商品。什么是稳定性的商品呢？那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你吃饭的锅碗瓢盆啊等等，这种一年四季它都用得上的。但是顺序的话，就按我上面说的那个去做就好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取得到一些好的成绩。然后有什么不太懂的，继续是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上面这些呢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这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学一学。这些呢是经过群里面数千位群友啊实践出来的结果，也包括我们大量测试的，你好好的去学一学，肯定会有所收获的。当然还有一些小伙伴说，哎呀我又不懂这东西，能不能有些比较实际点的，比如说终究它不可能只有月饼啊，对不对？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啊。我告诉大家可以直接在京东逛里面去搜索啥，直接搜索月饼就行了。为什么呢？只要能够发布这个月饼的，往往都能够跟随到这个趋势的。那你直接去看一下它这个发了什么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它发对联了，那你一看哇它都发对联了，那你跟着发就行了，懂吧？记住哦，我们发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爆发性的、季节性的这些东西，最好要提前一个月。比如说现在马上就是年货节了，那你是不是要发一些那个单价高的、佣金高的这些东西啊？因为很多人要回家孝敬爸妈，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去做，快点去做。还有呢，马上过年了，对联这些马上要怼上去呀，给客户一个好年，也给自己一个好年。相信我，也相信你，加油吧。我是闯闯啊，有些小伙伴找到我说，闯闯老师不得了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我原创的视频，原创的我实拍的这些视频发上去京东视频里面为什么都过不去，说什么涉嫌金额抖动，还有呢很可笑吧，涉嫌搬运，涉嫌抄袭。其实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昨天的京东与今天的京东有着本质的区别。你要是翻了我之前的视频，你们应该知道，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做了我自己啊，做了差不多1000多个视频才开始做的。我们做的很辛苦很累，那时候差点坚持不下来。但是今天不一样哦，像昨几天群里面的小伙伴发的，昨天发的视频今天就出单，而且还遇到那个大一点的单，一下子几百单，其实这些都很正常。昨天的京东他那个视频上线很容易，但他出单很难。今天的京东视频它是上线很难，但它出单的话很快，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但是呢，有些小伙伴在新号的时候一旦不注意他就坚持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视频上不去啊。所以今天我与大家简单的交流一下啊，新号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和京东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小伙伴有聊天，就说你这个号权重稍微高一点，就你之前的通过率很高的情况下，你后面有一些涉嫌搬运、涉嫌抄袭的，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太过分了就可以了。但是很多新号他一上来稍微多那么一点点这个涉嫌搬运抄袭的，他往往就是封号，他会把你的号当作机器号处理。所以大家拍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呢，我给大家建议呢，这个新号刚起的时候一定要拍一些原创视频。那么这个原创视频呢怎么去拍？第一个呢，就像你看我这个视频一样，镜头千万不要去抖动。我建议大家先不要去搞搬运那些啊，先拍一些原创视频，先保持这个镜头，搞个支架不要抖动。然后呢就拿一个产品简单的介绍一下，只要超过15秒就好了。比如说像我这个拿一个东西，你可以给这些小伙伴展示一下这个外观。如果说你不知道说什么，那比如说你找到这个商品啊，比如说某多多啊、某东啊，可以去看一看他那些评论里面，你认为他们说的比较好的，你把它读出来那就行了。主要的是讲解一下它这个性价比、它的外观，还有它的功能。比如说像这个小灯泡啊，我们可以拿来补下光，也可以去外面钓鱼的时候暂时应急一下，而且它的功能很多，你看这些是不是很多，还可以爆闪，非常好的。你可以挑一个东西着重的介绍，也可以你简单的一笔而过，你要多发一点视频。还有一个呢，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有些小伙伴
自己的原创视频会涉嫌抄袭。其实我们也问过客服，我们也了解过，只要是一个视频相似度比如说超过86%啊，这些他可能就会判为抄袭。就是说我们同一个视频，同样的衣服，同样的环境的情况下啊，我不建议大家拍两三个视频以上。如果说你一定要拍，那像我一样，那你换一件衣服行不行？或者说拿个东西背景啊稍微这样的挡一下，或者说你这个位置你稍微换一换，转个身这样的介绍，是不是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频，知道吧？其实同样的一个品你可以拍很多个视频，你拍十几个二十几个，只要你的背景不一样都可以的。那么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家里面的东西用的比较旧，我又想去外面拍些新的东西，有没有好的推荐？第一个呢，可以去超市里面，哇，超市里面东西够你们去选了吧，大把的多，可以自己去挑。还有一个呢，家电的比如说苏宁啊国美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去拍。还有一个呢，如果说大家还是觉得那些东西人太多了，我不方便，我又不好意思，我的脸皮比较薄，那怎么搞呢？去跑去那个新华书店啊，那里的书啊，随便拿一本书都是一个视频，对不对？那你直接拍，然后你讲什么东西呢？那书上不是有简介吗？你会不会读？那你照着那个简介读就行了。你先把这个视频先拍一些，把这个权重拉一拉，你后面拍的视频哪怕是有一些涉嫌搬运的这些没关系的，都可以的。你的权重高了，什么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上期视频我们讲了关于选品的这一个，然后马上又是年货节了，有些小伙伴又问我说，川马老师，年货节你有没有好的推荐？那么我说一下啊，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双十一是我们视频带货的福利节日，过来是哪个，并不是今天的双十二，因为双十二很多小伙伴都是双十一已经买了嘛。其实双十二买的话无非就是衣服这些，但衣服这些的它的那个佣金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并不这么高啊，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日，因为我看到群里面已经爆单了。但是呢，年货节我们一定要抓住，为什么呢？因为年货节啊，它没有双十一的流量那么大，但是呢很多小伙伴要回家过年，很多的时候买的孝敬爸妈的这些都是那个单价高的，而且这种东西都属于相对比较冷门，它的佣金非常的高。比如哪些？比如说按摩椅这些，比如说高档的化妆品。为什么呢？因为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回家给别人看一下，显摆显摆。包括那些香奈儿包啊，知道吧？我要说一下这个化妆品哦，其实之前我是不清楚的，但是我看到群里面的吓我一跳，出个袋化妆品的袋都是2000多以上啊！我真的我开了眼界啊！我没想到化妆品竟然就简单的一个四件套这些3万块钱。其实有钱的世界我们并不太懂，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当下的就好了。还有呢，年画对联这些一定要上去，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东西属于爆发性的，年谁都要过啊，拿一个视频有的时候几百单几千单这些都非常非常有可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上去。还有一个呢，年货节我们都要走亲戚，对不对？那么家里面一定要装扮的漂漂亮亮的。那么还有些哪些是比较高的佣金呢？我个人认为首当其冲，有些小班是上不去的。为什么呢？一旦发了这个电视的这些视频，一旦开了机，它可能就有一些影视类的这些，它上线的时候它会提示你说没有这个版权，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拍一下，就不要拍到关于这个影视类的这些，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像这个酒啊，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辅助工具，我的这个小小的软件我看了一下啊，酒这些啊其实它的佣金特别特别的高，一定要去做。包括那些什么红酒，有些是20-30个点，那你自己想嘛，一瓶好一点的红酒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哇，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做。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过年了，我们好好的去做，找到那些高佣的单价高的东西快点去做。你只要每天坚持的话，我不要求你多，你每天上传个3-5-10个上线的啊，
到了过年，哪怕你出一个单，因为我们查过，比如说按摩椅，基本上出一个单都是1700以上，去做吧。相信我，哪怕你出一个单，你给自己的团圆饭上加一个大大的鸡腿，加一个大大的猪蹄子，那不也是很香的，对吧？昨天晚上我更新了视频，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我的微信，哇，好多好多信息，回都回不赢。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可以讲一讲，就是有个小伙伴问我说，创造老师，那按你这样说，是不是我直接在家里面拍原创视频就好了？我说一下啊，第一，一个男生的家里面正常是100多件东西是可以拍的，其实100多件东西的话，你要是拍个10几个视频，其实也是非常可干的一个数量啊。一个女生家里面大概是150件商品左右啊，拍起来一个视频多拍几个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量，特别是女孩子的一些化妆品，这些都是非常好弄的，非常好拍的啊。但是我想要说一下的是啊，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那你原创拍肯定是最好的。当你视频拍的多，你这个级别上来了，到时候一些商家会主动找你的，会给你寄样品，你直接做成自己的达人，那样是最好的。但我发现很多小伙伴其实没有这个能力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第一，你没有别人专业，你不可能一上来你就直接拍原创，你就一下子取得很好的成绩。如果说你这样子做的话，可能会有点打击你的信心啊，除非你运气有点好，或者说你的专业功底够深。为什么我们群里面小伙伴的佣金有些高，而你们做的比较低？其实关键在于选品。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很多东西啊，包括锅碗瓢盆、袜子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它的佣金很低的，给你2-3个点、3-5个点，其实算下来也不见得多高，能理解吗？那为什么群里面的这些小伙伴呢，他的收益那么高呢？你看像这些按摩椅啊，一个按摩椅出的佣金基本都是1000多、2-3千，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它的单价高啊，1-2万、2-3万、3-5万。还有那个群里面小伙伴出的单是98万的那个百达翡丽，那个佣金有6万多。但是我们想要赚取这些高佣啊，我们又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弄？那你也不要去说白，我们可以去借鉴那些视频，借鉴他们优秀的视频，拿过来注入我们自己的灵感。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家里面拍的这些东西，你有足够的功底，或者说你认为你这运气相对来说比较好，那你拍一下这些是可以的。或者说你的要求没那么高，你想一个月赚个3-5千、7-8千的这些，那样也可以，自己去拍就行了。但是你想要像群里面小伙伴一样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我们一定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去找一些那个佣金高的，还有那个单价高的。因为很多小伙伴啊，我相信家里面没有那些比较大件的东西，就是那些过万的那些商品，因为只有说过万以上的那些佣金赚起来才会比较爽。自己的原创也要去拍，别人优秀的视频也要学会去借鉴，只有这样子结合才能成就最好的自己。自己发的视频爆单，爆到这个整个平台的产品都卖完，卖到脱销，你想不想有这样的体验？群里面的小伙伴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那时候我传了一个视频在平台上，然后群里面小伙伴直接在问我说，创造老师，现在什么东西最热点最好做？那时候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说这个国家开放这些东西啊，口罩啊这些东西，包括消毒液啊，消毒的，还有那个喷雾的，那种消毒的那种，肯定会好卖。然后群里面小伙伴已经再去做了，结果一做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这个产品哇，发啦啦啦啦，全部爆，爆了。群里面小伙伴说，哇，因为他们是小白，他说这个平台靠不靠谱啊？这么多佣金会不会结给我啊？还有他说，哎呀，这个产品怎么还不上线啊？快点多搞一点上线，好让我多出一点单，整个平台都卖断货了。但是后知后觉，小伙伴现在去上传这些东西，现在啊已经不太妥了。现在上传这个口罩，他要那个广审表了。所以群里面小伙伴，包括你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在做视频带货的时候，一定要跟随时事，看看哪些东西是社会需要的，我们就把它发上去就好了。
那么像现在有什么东西呢？我推荐的呢，比如说现在的话，电解水啊，还有那个电解粉，那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销量，平台的销量，其实它已经在暴增。这些东西我们后知后觉也是可以去做一下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消毒的，就那种消毒的喷雾啊，装上那个酒精，噗，这样子喷的那种东西，现在也是非常好卖，而且我们都可以去备一下。还有什么呢？最近比较火的还有那个水果罐头啊，说补充这个维生素的那些。但是呢，那个药品那些大家就不要去想了啊，因为这种东西，平台管控的非常严格，我们也传不上去那些视频。但是呢，我们去看一看那个，不管是某音啊，或者某手啊，或者是新闻上去看一看那些热点的什么东西，我们做视频带货一定要有敏锐的眼睛，敏锐的视觉，看看哪些东西它未来会热点。当然你也可以加入你同行的圈子，如果说你做视频带货的，那你只要进入视频带货的这个圈子啊，比如像我们群里面一样的，什么东西潮流，只要群里面小伙伴一爆单，我们什么都应都清楚了。爆单爆到你怕，你想不想也有这样的体验？群里面的小伙伴已经有这样的体验了啊，怕什么了？他们毕竟是小白嘛，刚刚接触，他们说哇，出单出了这么多，这个佣金会不会不给我结啊？然后就挺担心的，担心啥？货都没了，整个平台的货都卖断了。那我告诉大家是怎么做的，因为我上面的视频讲过，选品一定要会选品。之前与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其实像这个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足球啊这些关联的这些产品啊，我们都一定要去发一下，去做一下。然后中国的这个口罩的原因已经开放，然后大家应该知道最近什么脱销了吧？口罩，之前的小伙伴发口罩，现在平台都卖断货。你自己想一下，平台都卖断货，平台都卖脱销了，你自己想一下，群里面小伙伴他们出了多少个单？后知后觉的小伙伴现在去发，其实与他们相比差距太大太大了。第一个呢，现在口罩啊，他已经发不上去了，他要那个广审表。然后呢，就算你现在发上去了，其实很多平台优质的这个口罩其实都已经卖脱销了，卖断货了。这也是群里面小伙伴担心的，哎呀怎么还不上货啊，我要多出一点。还有那个电解水，矿泉水一样的那种，现在也已经脱销了。还有那个是水果罐头。其实你们只要去关注一下那些热点啊，不管你是某音啊，或者某手，或者新闻上去看一下，多去关注一下，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热点潮流的这些东西，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发什么上去。你只要抓住一波热点，我不要求你多，哪怕你就报一个品，我相信你的一些小小的愿望都能够帮你实现。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跟随这个时事，跟随这个热点，看看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比较潮流或者非常潮流的，不要去犹豫，马上就去做。Hello， 大家好，我是闯闯啊。好多小伙伴在传视频的时候，都是要么就是原创，自己拍自己发上去，要么就是直接搬运。但是有些小伙伴啊，他可能没那么懂，他发的视频超过十几个、二十多个，可能不小心最后就封了。这个呢，其实与你的视频的质量有着最本质的关系。那么我们和京东里面的一些朋友聊了一下，发现其实我们处理这些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它的权重。那么提高权重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原创。那么原创的话，它有很多方法，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一镜到底的这个方法，直接帮我们提升这个权重。那么我们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是尽量以最简单的方法直接给大家实操实录，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能够学得到一些东西。那么咱们直接开始。我们第一个呢，要比如说我们要拍这个，比如说我们要拍这个大宝呢，我们第一个呢先去搜索一下，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商品呢，我们直接是右键这里一个复制啊，这里一个复制链接啊，点一下复制链接，然后呢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啊，看到没有，这是京东内容助手，直接点一下这个选品，我们点一下这个放大镜，然后在这里面捏贴一下，捏贴，然后我们搜索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五个点了，五个点了，然后这个呢我们就先加进来，
看到没有，已经加进来了。那么当我们加进来这个商品的时候呢，我们如何最快的去发它，我建议大家直接点一下这个拍摄视频就好了。那么拍摄视频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的手啊比较稳啊，因为我们很多小伙伴上传视频的时候是因为这个镜头抖动上不去，如果说你的这个手你觉得比较稳的话，那你可以直接拿着来拍，比如说我们直接这样子拍，直接这样子对着拍就行了。我们只要讲解超过15秒，那么就是 OK 了。如果说你的手没有那么稳，没有那么就感觉的话，会常常抖动啊，就会造成这个视频抖动。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这个镜头，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这个支架来固定，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固定之后呢，我们自己这样子拍就好了。因为我现在的话给大家讲解的是最直接的，我就直接给大家拍两个视频。像我们这一个商品呢，同一个商品是可以拍无数个的。我经常的话就是一瓶大宝，我可能拍了40-50个视频。我必须要与大家聊一下的是啊，一个视频上传的时候呢，背景一定要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我们同样的一个背景啊，超过85%以上，它是可以判抄袭的，等于说自己抄袭了自己。我们拍同一个视频的时候，你拍多少个视频，我觉得都没啥的。但是呢，那个背景你一定要去改变一下，大家可以试着去换一下。如果说我们直接这样子拍的话，如果说你说背景不好，我们可以拿个被子、拿个包子啊什么东西放这里，或者我们换一个衣服，直接这样子拍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就给大家直接实录实操啊，直接拍。那么呢？第一个呢，我们拿着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我们讲解的时候直接按着拍就行了啊。然后呢，讲解的时候手记得这个手机啊不要抖动，我们直接这样讲15秒就行了。那么讲你讲什么东西呢？你可以讲这个产品的外观，可以讲这个产品的成分啊这些。比如说我们直接这样子，我们刚刚到手的这个大宝啊，你看一下，美观时尚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我们看一下这些成分啊，这些成分都是良心靠谱的啊，都是最天然的。好，看到没有，这个时间已经超过15秒啊，这个现在已经18秒了。我们就直接点一下完成。我们刚刚到手的、然后我们直接点一下确定。这里面呢，大家记得啊，这里最好是超过8个字。刚刚上手的大宝好用推荐，这里面超过8个字就好了。这里面的主题标签呢，这里面就自己去选啊，正常的话是可以选3个，我给大家简单的就是直接选吧，啊，选了3个，简单选一下，然后这个题材随便选，但是我们更加喜欢的是这个产品展示啊，当然这个种草分享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关联商品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关联商品就行了，然后我们确定添加，我们就可以直接发布。当然我们这里面的我们都可以捏一贴一下，复制一下啊，我们直接发布就行了，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那么我们下一个等它传完之后呢，我们直接再点一下这个又可以直接传。大家刚刚应该看到了我的背景是在这里面啊，我们已经传成功了。那么我们第二个视频的时候，我们这个角度一定要换一换啊。我们现在这样子看，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发，但是我们这样子发的情况下哦，记住你的话可以说的是一模一样，和刚刚一模一样，但是背景啊一定要和刚刚的有所区别。那么我们再试一下，而我们刚刚上手的这个 SOD 蜜啊，这个老牌子来的，看一下这个是100毫升的，100毫升的，外观也是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没变过，自己试了一下也是非常好用的，白白的香香的啊。好，我们像看到没有，这已经有17秒了，我们直接点一下完成。啊，我们刚刚上手的，这里面呢我们再捏贴一下，刚刚上手的。大宝，这里面为什么呢？一个产品可以挂很多，是因为我们这样子直接挂就好了，只有不用挂那么多次产品。这边点，
确定，然后直接电梯叫进去了。当然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关联话题啊，这些你们是可以关联的，我这里只给大家演示，我就不关联了，我就直接发布就行了。如果说大家按照我这样子发的话，其实速度是很快的，因为我们拍一个商品的话，正常的话就是15秒左右，那么拍15秒左右的话，我们一分钟可以拍两个，甚至稍微再挤几十年三个都能够拍出来，只要你操作的话很快很快。那么我们一个产品拍几十个的话，正常拉一下这个圈柱，你过个几十个上百个，正常的话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个完成了。当我们权重拉起来的时候，后面我们这个视频的后面的通过率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呢，我刚刚给大家教了一下这个是如何拍这个原创视频，我再重复一下，这个手机的镜头千万不要去抖动，如果抖动的话大家可以借助这样的支架去拍。还有一个呢，背景一定不要有超过85%的这个相似度。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面，那么下一期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去原创拍，多镜头的去拍，教大家一个比较精髓的一些玩法。今天这一期是比较基础的，希望能够帮得到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虫虫啊。我们这个采集软件已经更新到了4.27版本，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做这个视频出来？因为群里面很多小伙伴有问题，我直接在群里面解决，更新了也直接发到群里面，然后不是一些小伙伴在追赶，我都没准备，我都没想过要把这个软件再做这个教程。但是既然有小伙伴需要，我就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啊。更新的东西，因为与之前更新的相隔时间特别的长了，中间隔了很多代，其实我们很多东西也是已经更新了。那么我们直接再来实操一下，比如说我们佣金比例吧，一个点到100个点，我给大家边演示边来讲解一下，主要是更新了哪些东西啊？好，我这里演示而已，我这里暂停一下，暂停一下啊，已经暂停了。然后呢，我们是右键，可以全部选中。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面特别特别多的功能啊，比如说选中本行，这个商品 ID 啊，这些都是可以复制的。商品名称，选中已有的视频。然后呢，下载选中，下载选中这里呢是可以选择他这商家的照片啊、视频啊、图片、视频自己去选择。我记得之前的版本我是没有加这些的啊。类目加入过滤，店铺加入过滤。选中包含关键词的商品，然后把选中的商品添加到我的商品，这个是之前就有，最早的就有。然后呢，我今天着重讲解一下的就是查询商品上线的次数，我们很早很早就已经更新好了的，只是说一直没有做视频出来。那么我们拉开来看一下啊，这个啊，我这里一下子要改一下啊，第一个是竖版的啊，上线次数竖版，那么后面的这个是横版。如果说我们选择的话，我先给它全部不选吧，随便挑几个，挑五个，然后右键，然后呢，我们可以查询一下它上线次数。第一个呢，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是竖版的。第一个呢，这个是拉上了26个啊，26个，这竖版上线了26个视频。然后呢，这个是横版的，横版是6个。第二个产品，这个九阳的，这个是养生壶，这个上了1300多，150多。其实这个对我们这个借鉴的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啊。然后呢，我还增加了一些，就是这个排序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这个好评的排序，我直接拉上来吧。表示这是400万的好评，400万的好评。然后呢，这个佣金，这是佣金比啊，我们也可以点一下。这是一个点，再往下排，可以点一下。这里是12个点，这些都可以看得到，啊。这个12个点的好评是50万，50多万加，还可以这个评。佣金这些我们也是可以排序的啊。比如说我想用佣金高一点的，这个是多少？这个是51块。关于这个采集的我也调了，那么我这里直接调就2页吧。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右键全部选中，然后我先挖掘一下它。好，已经挖掘好了啊。
看到没有，这个价格啊，然后佣金，佣金比例，耗品数这些都有。那么和刚刚的那个选品的一样，我这里也设置了可以直接排序，直接排序，啊，按自己需要去排序就好了。然后呢，比如说我要这个五个点以上的，比如说我要三个点以上的，直接右键过滤佣金不满意的，啊，看到没有，前面的就要了，后面的没有要，然后直接点选择下载就选，下载学习选装视频，就在这里啊，看到没有，是不是下载速度特别特别的快，都是非常高清的啊，啊，目前就是这样子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功能是非常强大的。比如说这个视频标题为原创，添加到我的商品，挖掘选中了为你推荐的视频，这些其实都很多的，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摸索一下。目前关于这个版本呢，有什么需要或者有什么的，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我都会回。当然如果说大家有更好的建议，我更希望大家留言过来给我，我把这个改一改。因为这一个软件到目前为止其实是非常非常完善的，这个都离不开大家的一些建议，然后一个个改，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里谢谢大家。我是虫虫啊，因为很多网友包括群里面一些小伙伴都说，哎，虫虫老师，你们最早不是有一个关键词采集的吗？能不能现在把你那个关键词采集的包括那个达人的那个一起结合起来，整合成一个新的一个软件？那么现在已经写出来了啊，供大家参考一下。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第一步呢，还是要启动一下浏览器。这个浏览器呢，就自己登录自己的账号就行了，然后获取一下。第一个点一下启动，第二个点获取，第三个保存就 OK 了。其实你不获取不保存也是可以的，只是说有些数据我们看不到。我给大家建议是获取一下好一点啊。然后我们直接，这里是一个达人号，我们直接采集，我们先看一下啊。看到没有，这里是直接可以采集。这里面佣金比啊，佣金就是佣金多少到多少的意思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填，自己去选择，按自己需求去弄啊。我这里给大家全部选中，然后关联一下。当我们采集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价格、佣金比啊，这些都可以看得到。大家看一下，这里是达人的 ID， 其实还可以关键词采集。我们再试一下，比如说冰箱吧，冰箱，那我再点一下采集，看到没有，这个冰箱呢又开始采出来了，冰箱。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比如说洗衣机，再采一下，啊，已经采出来了啊，都已经采出来了。前面的是达人的，后面的是这个冰箱的，在后面的这是个洗衣机的，全部选中。然后呢，挖掘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价格是多少到多少，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设置。这个是佣金比，就是佣金比例的意思，这是佣金的意思，大家可以按需求去填，如果说不填也没啥关系啊。这里面呢，这个浏览量啊，视频时长啊，这个和那边的变化不大，大家按需要去设置就好了，这个简单。好，我们直接来采集试一下吧，下载选中的视频。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功能啊，包括过滤佣金啊，下载选中视频啊，导出啊，挖掘选中的为你推荐的视频啊，这都有啊。来，我们看一下，大家再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采集速度还是挺快的。好，今天就简单的演示到这里面啊，如果大家对这个软件有点兴趣的话，可以留言过来给我啊，我这个刚刚写出来，可能还需要大家提供一些意见，所以的话大家如果找我的话，我把这个发给你们。目前的话试了一个七天的那个试用的，大家自己直接去用吧，去试一试，看看有没有好一点建议反馈过来给我，我再改一下吧。谢谢大家。我是爽爽，上期的视频出来之后呢，
很多很多小伙伴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包括找到我，好些小伙伴说创创老师怎么用怎么用，这个就把我真的弄得头都有点大。因为很多小伙伴其实找到了我之后呢，我连他们的信息都很难及时的回复，因为我没想到这么多小伙伴找我啊。然后你们说怎么用，你们可以翻一下我前面的视频，我前面的视频挺详细的啊。既然大家还有一些不太会用的，我就手把手的再实录一遍，教大家怎么去用。所以关于怎么用的这个，希望你不要再问我了，因为我的时间比较紧啊，我也回复不了太多。还有一个呢，如果说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你们还想拥有的话，那么你直接在这个视频里面直接评论里面留言就好了，直接找到我，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去获取，获取了自己直接去用啊，参照后面的这个视频的教程。谢谢大家啊。当我们打开软件的时候，首先是这样的页面，这里面呢自己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然后点一下验证身份就可以了。然后再点一下这个激活账号，看到没有，这个激活账号点一下，然后呢这里面直接输入闯哥就好了啊，直接输入闯哥，然后点一下使用这个充值卡，再退回来点一下验证身份信息就可以了，就可以进来了。当我们进来这个页面呢，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设置，自己去获取一下那些数据，也可以不获取啊。然后呢这里面自己可以输入这个达人的 ID 或者关键词。那么达人的 ID 怎么找呢？达人的 ID 啊，我们来演示一下啊，达人的 ID 怎么找。第一，打开这个京东的 APP 啊，京东的 APP， 然后看到没有，这里一个逛，你要采集哪一位达人呢，直接去点一下找一下就行了。比如说这个啊，我们点开，然后看到他这个头像没有，点一下他的头像，看到没有，这上面他有一串数字，这是就是这个达人的 ID， 比如说14288438，看到没有，14288438，然后直接在这里面输入就行了。如果说你单纯采集一个，那你直接采集就 OK。 如果说你想采集多位达人，或者说还想要关键词采集，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来看一下啊，这个键按着这个，看到没有，它就有一个分个符号。记住啊，你要是想采集关键词或者说其他达人，直接输入就行了。我在这里再输入一个冰箱吧，像这样子。如果说还要其他的要采集，还是这样子的啊，这里是点一下这个，按着这个，看到没有，它就有一个杠分个符号出来了，比如说洗衣机。然后呢你要是采哪一页采几页，你自己这里选择。当然呢这里面的佣金比啊，这里自己可以去调，我这里演示不做过多的解释，直接点一下一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达人的第一页，还有冰箱目前采集到的第一页，还有洗衣机采集的第一页，他都已经在采啊，已经采出来了，看没。然后呢我们是右键全部选中，然后关联。这里面的采集多少页啊，包括佣金比啊，这些大家自己可以去调。我要说一下的是啊，记得一定要挖掘一下，右键挖掘一下，因为很多小伙伴找到我都说不会用，不会用你们也要看一下我的视频啊，啊，这样挖掘一下就好了。像这样子挖掘一下之后呢，我们要下载，我们就直接右键就可以直接下载选中视频。我这里要说一下，如果说需要这个下载封面的话，记得看着我的鼠标这里面点一下就行了，点一下。如果不用的话，就直接点一下下载选中视频。然后下载选中视频，视频在哪里面呢？就是在我们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在叫京东视频啊，在叫京东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这里有竖版有横版的，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已经采集完了。那么这些视频呢，就在这里面。好，这是简单的演示，其实还有很多的功能，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可以翻一下我前面的视频，也可以不懂的问我啊。只是问我的话，可能我的时间会比较紧，大家稍稍理解一下。好，我是闯闯啊，现在简单的演示到这里。而有些小伙伴啊，比较好奇的问我们说，闯闯老师，你做金融视频，你做了多少个号？群里面的小伙伴他们又做了多少个号？
我说一下啊，我是做了11个号，但是群里面的话，有做了那个十几个号起的啊，这些是太多太多了啊，但是也有一些是做了那么单账号的，比如说一个、两个的这些小账号的，还有一些呢是几百个账号的，目前我群里面的都有。但是如果说你要问我说，崇龙老师，你说做多账号好还是少账号好的？我想说一下的是，肯定是多账号好。因为啥？我们都知道东边的太阳不亮，西边的它可能会亮，对不对？只要我们能够产出这么多的视频的时候，那越多的账号对我们来说是越好的。因为群里面的小伙伴比任何人都现实，当一个东西能够让我们赚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会去复制。当然你们也是一样的，如果说自己一个账号做得好的话，能够产生非常可观的这个的时候，你自己都会主动的去加账号。目前群里面的小伙伴这些收益来看呢，肯定是多账号的这个收获高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产出的视频也高啊，那么单账号相比来说是比较少的。但是你说少的话，我看一些账号也是非常非常可观哦，一些账号哇靠，一个月哦，不要说一个月，天啊，都是四五位数的，这都很正常的。所以这个行业呢，你号多与号少只与你视频产出的能力相关，自己能力大的时候就多做一点号，能力小一点就一个号慢慢的去做，做好了你再去复制再去加号就好了。这个行业呢，只管我们去做，剩下的就交给老天。但是我要说一下的是，这个行业你相信我，也相信京东，其实它不会让你失望的，加油。关于这个京东视频做多少个账号好这个问题呢，我直接把群里面一些聊天记录发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群里面这些小伙伴啊，其实做的号都挺多的。我们看一下啊，上次听说你有12个号，看到没有？这里面是啊，其实很多小伙伴群里面都很多的，这个是看一下，基本上群里面都是十几个号起的。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吧，我这个滑的比较快啊，看到没有？他这个本来是自己做一个号的，现在家里面的兄弟姐妹给他号多一起发就行，用软件发。你现在是用软件发的吗？对吗？就群里面这个软件吗？难道你不是啊？而且这个要说一下的啊，有些小伙伴会问说这个软件发会不会封号，其实软件发的话不会封号的啊，看到没有？封号不是软件的问题，是视频的问题。群里面的基本都是十几个账号起的啊，当然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账号的，这些都是很普遍的。我想说一下的是啊，做多少个号只与自己这个视频产出能力相关。如果说你的能力很强，视频产出能力一天几千个甚至上万个这个视频，那么你们直接多号操作就行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是不是？直接批量的去复制。如果说自己做一个视频都十几分钟的，哇，那产出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下，那自己先把自己手上的这个账号做好就行了。不要去怕卖，你自己去做了，熟悉了，你自己手脚慢慢就会快。这个东西只要去做了，都会有收获的。今天京东视频你有在发吗？你有没有发现，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中午为止啊，小伙伴们发的视频基本上都显示系统异常，请重新提交，99%都会这样子。那么呢，这个怎么处理呢？有些小伙伴呢，去咨询了这个京东客服，京东客服说叫你重新提交一下，不影响这个视频的通过率。还有一些小伙伴去问京东客服，京东客服就会告诉他，哎呀，大家不要去提交那么快，稍稍等一等，然后这个呢会影响京东的这个视频通过率。两个客服有两种不一样的回答，那么具体我们该如何去操作？要是之前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只要是系统异常的，是自己原创的，那么你直接提交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是涉嫌搬运的，那么你就要三思而后行。之前我是这样子建议，但是今天这次的状况，因为是大面积的，我咨询了京东内部的小伙伴，他们告诉我，很多工程师已经回家过年了，
然后呢，这个留守的工程师目前没办法一下子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是属于京东里面的问题，所以在座的小伙伴，我们可以稍作休息，进来在家里面呢也快过年了，我们可以不用像之前那样勤快，我们可以稍稍作休息，多陪陪家人。在这里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大吉。我闯哥的这个虎年的封版之作，第一个好物推荐，好物评测，我们直接上干货。第一个呢，这个选品啊，选品页嘛，从第一页到第三十页，包括第多少页，自由的喜欢，比如说我就打个第十页，然后呢，这个有昨天、七天、三十天，自由的去选择，热销榜、热搜榜、热播榜等等，自由的选择，就是一级类目、二级类目、三级类目，每一级类目都可以自由的去选。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喜欢家用电器啊，包括数码这些，我随便点一个吧，这个啥汽车用品，好，直接试一下。那么呢，这里有关键词，你可以说说某个牌子的，第二个关键词你也可以再详细一点，都可以。然后价格呢，它这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是多少钱到多少钱的，那么佣金比是多少到多少的，我给大家做演示而已啊，大家自由去选择。正常的话我喜欢三个点到一百个点，当然两个点到一百个点，五个点到一百个点都是可以的，大家自由的去选择它。然后呢，佣金你可以选择是比如说我要50块钱以上的到200块钱的，这些都可以的。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实操。第一个呢，我们就直接开始选品就好了哦。啊，这个太多了，我点一下暂停啊，因为我们只是做演示，我们获取一点点就好了。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价格、好评数、佣金比例，然后这个佣金、店铺的名字，大家看一下都可以看得到啊，有5个点的，是不是有5个点，有3个点的，但是都会高于我们设的这个2个点。好，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一两个呢，我们就直接右键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很多功能的哦，选中有视频这个词，到时候我要改一下这个啊，这里面今天着重讲的是获取商品好物推荐视频，就是我们找到这个，你看好评数都5000家，然后佣金又还可以，那么我又想看看它这里面的多不多达人发了这个视频，那我们直接获取一下，你就可以看得到啊，目前这两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做的，我们这两个平均下来一个视频也就才3个，也就才3个这个好物推荐，我看一下，对，同样的东西，但是呢两个不同的商家，他们平均下来只有3个这个好物推荐，所以这个品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的。好，我们直接右键全选一下，我们看看他这里面的，我们来看看最优秀的达人他们发的视频怎么样，我们就全部选中，然后挖掘这个关联的这些视频，我们来学习一下。已经挖掘出来了，我们右键看一看浏览量、价格、佣金、佣金比、好评数，哇，是不是发了很详细的。然后呢，我们再右键，我们再看一看这里有视频标题或原创，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用，大家可以点一点试一试，大家看清楚这个名字哦，开车有它就安全，开车有它就安全，防抖防掉静音啊，看一下闪存驱动器的魔幻手机啊，这个可能稍微改的没，大家看到没有，它已经改变了。那么这个读取的原理是，第一个呢，优先于这个同义词转换，然后呢是中英文转换啊，我是这样子弄的原理。当然如果说大家这个不喜欢，那么可以再点一下，看到没有，它又变了。那么呢，这个就自己去研究啊，我这里呢已经把它采集到了，我们就直接下载选中视频，这个视频已经采集出来了，我们简单的点一两个看一下啊。什么样的车载支架才叫稳？这款中立式出风口支架会给你答案。
啊，视频是不是超级的高清啊？你的手机在车里无处安放吗？我那用双重三角固定，稳固着。视频是不是超级的高清？当我们采集到这些视频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学习一下他们是怎么去做的，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然后也能上到这个好物推荐，到时候也给我们一些流量，哇，那我们的佣金也是哗啦啦哗啦啦来。那么这是一个啊，还一个呢就是商品 ID 啊，我先把这些全部都清一下先啊，全部都清一下。那么这个商品 ID， 当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会发现某一个商品它的销量特别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又想去做这个视频，我们如何去做呢？如何去采集，去看一看这些优秀的视频呢？那么我打开我这里啊，我这里面呢是一个苹果14的一个手机。当我们打开这个商品的时候呢，右上角它那里有一个分享的按钮，我们直接点一下分享的按钮，发给你的朋友也行，发给你自己的这个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也行。发了之后呢，这里面有一串数字，那么这串数字呢就是这个商品的 ID， 那我们直接在这里输入，那么就 OK 了。我们直接点一下获取这个视频啊，大家看到没有，一下子就十几个，就是那么就是说这个商品它已经上传了14个这个好物推荐的，我们可以全部选中，然后也来获取一下，然后采集看一看。我先把这个视频先清一下啊，因为等一下会搞重，删除一下。我们直接右键，然后直接下载选中视频啊，这个下得很快的，大家现在看一看，全都是苹果14的这个视频。原视频是怎么样的，我们下载下来的视频就是怎么样的，它有多高清，我们它有多高清，那么我们就有多高清。那么采集到这么多的视频素材呢，这个呢对于我们的灵感包括我们如何去创作其实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大家可以去拼接，可以去重新配音组成我们新的视频，也可以去借鉴它的手法啊。那么今天关于这个好物评测的我就先讲到这里面，当然这个归档这个呢是结合我们其他的这些软件来辅助使用的，这个我就不过多讲。那么呢也马上快过年了啊，我是闯闯，闯闯祝大家新年快乐。今晚给大家分享我闯闯虎年的封版制作，第二个京东视频的买家秀学习采集。第一个呢，我们直接点入选品，这里面我们第一页，比如说到20页，然后呢这里有热销榜这些好物评测热播榜等等，7天、30天自由去选择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佣金比例，比如说2个点到100。好，我们直接开始采集，记得一定要选择类目啊，这里有3级类目，第一级类目、第二级、第三级，必须要选择一个啊。比如说这个个人护理吧，然后我们直接开始采集。已经采集的视频还挺多了啊，采集到的这个链接挺多，暂停一下先。好，已经暂停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啊，这里面有很多，你看这个佣金比，这个是什么东西？相当 OK 哦，佣金比。13，好评数量50万加，像这种基本上都没有说什么刷不刷的，基本上都是真家伙啊。我们可以想要它，直接右键，大家看一下啊，获取商品当中的买家秀视频，我们一点一下，一采集，这个会按顺序的采集，只要是这一个商品链接下面的那些买家啊，他们觉得这个商品很好，他们把这些视频发上去的，我们就可以把它采集一下啊。我们简单暂停一下先啊。好，我们已经采集了20个，我们全部选中，当然这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啊，这个页码这些自己去选择。然后呢这里还有用户名称，大家
看着我的这个鼠标，直接点一下下载选中视频。那么我们稍稍等一等就好。哇，它的速度特别特别快啊！当然这里还有这些时长这些可以显示的。那么我们直接点进来看一看。好，我们点一下买家秀，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个牙膏的。这些呢是最真实的原创视频。那么我们采集到这些视频有什么用呢？这个其实它的用处特别特别大，就是单纯的把这几个视频稍微组合一下，重新配下音，它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的原创视频。所以这个过京东的话，它的过审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一个。当然了，我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商品 ID 采集功能，对大家的帮助也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的。那么我直接先清空这些，清空右键全部清空。那么这个商品 ID 呢，就是我知道哪一个商品它做得特别特别的好，那么呢这个商品下面呢有些视频啊，有些买家秀发得非常的优质，我们想去学习一下它如何去采集呢。第一个呢，我这里呢直接点开这里面啊，那么我一来拿上次的这个手机来做演示，我们直接捏贴一下就 OK 了。点一下获取视频，稍稍等一等，这个视频就会慢慢的采集。当我们采集到的时候，我们右键可以全部选中，然后直接点一下下载选中视频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这些页面我就不怎么讲了啊，这些页面因为都是配合我其他的这个软件来使用的，这些都是导入导出归档，这些大家只要好好的利用好这一两个功能，对我们来说都是受益匪浅的。那么呢明天呢就是兔年了，闯闯在这里祝大家，祝各位小伙伴兔年发发发。从4月份开始一直更新到现在，明天就是过年了，过大年了。闯闯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大吉。那么这个软件呢可以说花了大半年的心思，一直更新一直更新，更新到现在大概40多个版本。那么呢今天呢就是虎年的最后一个版本，那么与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我们直接点开这个选品，选品呢这里面可以选择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佣金高的或者说热销榜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直接实测，这里有热销、热搜、热播、高收益版，我直接给大家演示一下高收益版本。然后呢这里有3级类目，大家自由的去选择，我选一个生鲜给大家试一下。我们直接可以从佣金5个点起跳，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做这些视频都喜欢佣金又高好评数又多的那个。我们点一下选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呢这里演示而已，我先暂停一下，暂停，右键全部选中。大家呢如果说喜欢这些啊，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到我的商品里面去就行了。然后呢这里面的好评数佣金都可以一目了然的清清楚楚看见。我给你大家先全部不选啊，我随便点几个给大家加进到我的那个我的商品试一下，添加到我的商品，大家看清楚我这几个商品啊。我们点开这个商品，我们点一下同步商品数据，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加进来的，对不对？还有一些小伙伴呢做这个视频做的比较久，那么他这里面库存呢可能会有几千个，那么呢如果说要自己一个个去删除特别特别的麻烦，大家可以全部选中啊，直接删除选中的商品就好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提供了太大太大的这个便利，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用这个功能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呢，这个视频呢一样没变，依然支持 N 多位达人，大家直接输入达人，然后用一个分割符号在这里面就行了。比如说12345678啊，然后呢用一个分割符号，第二位小伙伴呢就这样输就可以了，需要多少位小伙伴的，那你直接在这里面
发一下就好了。那么呢，搜索这个配合我们其他的软件来使用，这个就不过多的讲解。那么导出视频也是一样的。那么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归档。归档是今天着重讲的，因为这大半年来 4.28 版本，就是这个版本之前的任何一个版本都没有增加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呢，我一般都是单独的把它区分出来，后来我嫌麻烦就决定把它们两个合在一起。这个有什么用呢？有些小朋友可能就知道了。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个采集出来的视频先。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串数字呢，其实就是这个商品的 ID。 那么呢，后面呢这个呢就是这个视频的这个名称。然后呢，我们正常上传的时候啊，它是需要读取到这个商品的这个 ID 的。我们正常的话就是要发一个文件夹，比如说我要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呢这里的名字呢就要改为这个商品的 ID， 比如说12356，然后呢又把视频拉进去，它就是这样子的。正常我们要一个去做，那么我把这个功能加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点一下，它就会一键的完成。我们先点一下选择目录，选择这个京东视频，选择竖版，确定，我们直接实操啊，点一下视频归档，看一下是不是它就已经装进来了。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如果说有照片它就是照片，有视频它就有视频，在这里面装好，然后我们直接发布就可以了。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好，这一期就到这里面啊，明天就是过大年了，这一路走了真的是不容易，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支持。那么呢，如果说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在这个年宵之前，你们为我给你们送一份大大的礼包。好，在这里闯闯依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闯闯啊，今天给大家录一下那个原创的，直接三分钟教会你啊，而且的话佣金都是特别特别高的。那么我们直接进入实操。第一个呢，我们直接在这个京东里面啊，打开这个京东，你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京东，我们在这里逛里面去搜索一下，比如说我们要拍这个大宝，我们要拍这个大宝，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拍，而且的话我们又不知道这个文案怎么找，我们直接在这个逛里面啊，这里面有，直接点一下搜索大宝啊，宝，看到没有，这里面就有很多文案了，我们就直接就拿这个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我信的广告词，那今天分享一款如今占据中国万千家庭的护肤产品，然后就是这款大宝 SO 蜂蜜，它是这种翻盖的手机。好，我们简单的预览了一下啊，大概的我们知道了，就是曾经它的广告语，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悬挂这个外观的设计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播放的时候我们看到没有，它这里一个购买的，我们直接点一下购买，然后点一下这里一个分享。那么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他已经帮我们把这个商品选好了，基本上佣金都是非常高的，就不用我们自己再去慢慢的挑。你看到没有，他这个销量这些都还是相当 OK 的。我们在这里右上角这里一个分享啊，记得点一下分享，复制链接，这里一个复制链接。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这个京东内容助手里面点一下，点一下这个创作，看到没有，这里一个选品，我们点一下这个选品，然后这里一个放大镜啊，右上角看清楚啊，这上右上角这里一个放大镜，点一下，然后在这里捏贴一下，捏贴，然后搜索，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个四个点？因为我们做金融视频都知道，四个点其实挺高的佣金了。我们在这里面直接搜索，可以避免我们人工搜索这个繁琐。还有一个呢，它那个佣金啊很高，还有一个销量这些，基本他们都帮我们弄好了，我们直接用就 OK 了。我们直接点一下添加。好，那我们已经添加好了商品，那我们下一步呢就直接开始拍了啊，开始拍了。那么怎么拍呢？点一下这个返回，看到没有，这里一个拍摄视频，我们直接点一下拍摄视频，拍摄视频就好了。那么文案呢就按刚刚的那个我们借鉴别人的就好了，可以借用他之前的广告语啊，包括他的那个悬挂设计，包括这个挤出来的这个颜色啊，这些可以给他讲解一下，包括成分给他讲解一下。那么呢，因为我现在教大家的是同一款商品拍 N 多个视频的原创，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话拉权重啊，包括我们出单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直接进入
第一个呢，我们直接在这个网上啊，直接搜索一下比较好看一点的照片，比如说美女啊，比如说那个比较唯美的一些画面的，直接在里面搜索一下。我们比如说这个吧，啊，我们全屏，全屏这样子。那我们直接用这个手机来拍哦，我打开，我们直接手机来拍，用这个作为背景图片。我们拍一个视频，那我们就换一个图片，这样子的话就避免它会自己抄袭自己。因为京东的话，它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只要是超过85%的这个背景啊，它基本上可以判定为抄袭。所以我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一定拍一个视频，换一个画面。好，我们直接进入实操啊。啊，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最好借助一下这种支架，因为自己拍的话，很多小白或者新手拍的时候，这个手机会稍微有一点点抖动，那么有一点点抖动的情况下，它很容易会判定抖动，那么它就让我们视频过不去，因为我们是大批量的操作的，我们并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要不然的话，一下子太多打回来的话，我对我们这个权重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建议小伙伴还是直接用一下这种支架啊。比如说我们直接这样子支架啊，这样对着啊，看好了，这个就是直接是一个背景啊，那么直接这样子讲就行了。比如我们直接开始啊，大家再看清楚啊，直接点一下这个拍摄视频，直接点一下拍摄视频，可以直接拍就行了，直接拍，然后看到没有，这个背景我们直接拍。这个大宝呢是多少人曾经的回忆，以前呢是大宝天天见，大宝天天见，现在我又买到了，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是不是还是没变，多少年了还是没变啊，我们挤出来看一看，乳白色乳白色的，而且它的吸收特别特别的好。好，当我们这样子看清楚这个秒数，只要是超过15秒以上，那么就可以了。只要是超过15秒以上，那么就是可以了。然后我们这里看到没有？这里点一下完成，这里点一下完成。这个大宝呢？然后点一下确定。这个标题呢，一定要超过8个字哦。你可以写它的外观，你可以写比较通用一点的话语，比如说我自己家里面都在用的化妆品，我推荐一下就好了。当我们把这个标题写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因为我们是大批量的操作，其实同样的标题也是可以的啊。当我们选择了这个之后呢，这个选择标签的话，你就按照它自己的属性，比如它是化妆品，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选择这个化妆品的啊，比如说这个修容教程啊，包括这个手部保养护理啊，还有素颜神器啊。好，选择3个，我们点一下确认。然后呢，这个题材的话自己可以选择，一般的话选择种草分享，这个比较多小伙伴选择的啊，关联话题这些大家自己去选择。然后呢，大家看清楚啊，这里有一个关联商品，我们点一下关联商品，关联商品就是刚刚我们添加的，我们直接加一下，添加一下，然后确认。那么关联话题呢，大家自己去可以去关联，也可以不关联，这个没有关系的啊，我这里给大家演示的话我就不关联了，我直接点一下发布，那么就是 OK 了，看见了就 OK 了。那么我们直接拍着第二个视频啊，看清楚啊，我们马上拍第二个视频，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鼠标，看到没有，它就换一个图片了，它就换了一个图片了，再点一下，是不是都有好看的，找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图片换一个，那么再点一下这个拍摄视频，又可以直接的拍。那么其实我们第二次拍摄的时候，哪怕我们的文案是一样，但它背景啊这些，还有我们说话与上一次的说话的语速，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文案哪怕是一样也是没有关系，一定是背景的关系，大家一定要清楚。那我们就直接继续拍，这是我们多少年前就一直在用的这个老牌子大宝，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变，还是这种旋转式的这种开盖式旋转式开盖的这种挤压的方法啊，非常的好用啊，推荐推荐，我自己家都在用的哦。好，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完成，点一下完成，这是我们多少，然后点一下确定，一直在用的这个。然后呢，这里的这个标题呢，因为和我们上一个的标题是一样的，我们就直接再捏贴一下就行了，看到没有，这样子很快，选择标签啊，这个我们就直接点就好了，
确认，然后呢选择题材产品展示也可以，然后呢关联商品，关联商品，然后呢直接点发布，就是这么快。只要你稍稍上手那么两三个，正常的话一分多钟你应该可以拍两个三个视频，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快。对于我们提高这个视频的原创啊，拉权重啊，这些帮助都是特别特别大的啊。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个这个大宝啊，其实这一个大宝呢我们可以拍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视频都可以，但我个人建议没必要拍那么多。其实家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拍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锅碗瓢盆啊，基本上任何一个人的家里面100多件商品还是有的，不管是新的或者旧的都可以拿出来拍。因为我们做好物分享，就是把我们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拍视频分享出来给大家。因为我们一个商品可能拍很多个这个视频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它这个佣金啊，一定要佣金高一点的。因为原创的话其实它出单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面，祝大家新年快乐。京东视频带货是什么？有些小伙伴在问我这个问题，希望我出一个视频比较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这个视频来了，我要说一下的是啊，京东视频带货就是说我们达人发布这些视频或者这个照片，促进京东在内的这个产品的一个销售。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京东，我们点进来看看啊，这里是一个首页，首页再点一下首页，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里有这个视频，点进来看看。有粉丝说想多看到鸡哥我的日常装扮，那今天鸡哥去哪？好，我们看到了啊，这是一个首页，然后呢我们引流的入口就是有这个首页还有搜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是京东的，我们直接搜索一下，就洗发水吧，这个是随机搜索的啊，我们点一个看看。这里面是我们比如要买这个洗发水，我们直接搜索到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下面，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喜欢看看这个评价吧，看看这个产品好不好看的。那么这里面呢有这个中草秀，中草秀呢基本都是这个照片来的，我们看看是不是都是这个。好，我们返回一下再来看一看下面这个好物评测。那么好物评测呢就是视频来的，我们直接来欣赏一下，洗完味道很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京东视频引流的入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首页搜索好物推荐，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地方，我这里呢就不够多的讲解。京东与抖音与快手的区别是什么？抖音快手是一个泛平台来的，就是说他们主打的是娱乐这些，那么视频带货这一块它只是他们平台的某一个板块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在抖音快手里面去刷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奔着购物来的，可能是奔着娱乐去的，知道吧。那么呢京东呢它是一个纯电商，只要是进来了京东里面的都是为了购买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视频带货的，发在抖音里面发在快手里面可能它的播放量特别特别的高，但是你发在京东里面它的播放量相对来说会低一点。但是呢京东视频里面，因为你只要进了京东都是想着购物的，所以京东视频里面哪怕播放量低一点它的成交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成交率啊。那么这个收益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比如说我们发的这个产品啊，我们发的这个产品只要这个产品不下架，只要我们的视频不下架，那么这个米呢是永久性的啊。只要有其他的消费者通过我们的视频或者照片买了这个东西，只要他买了我们就有米。因为我们的本质就是发了照片或者视频把这个商品推销出去，我们这个销售员就有提成。那么呢最重要的是收米不设上限，目前群里面一些小伙伴那个米啊收的有点惊掉我的下巴。然后你们会问我说这个东西这么好，京东视频那怎么做啊？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啊，做呢我们就直接把那个视频发布上去，挂上相对应的链接就行了啊。那么我们来打开这个手机的首页，大家看一看啊，这是什么？京东内容助手。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我们必须要下载这个京东内容助手，手机上下载也行。
网页端打开也是可以的。那么呢，当我们采集好这个视频或者拍好这个视频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开这个京东内容助手就直接可以发布了。大家再来看一看，这里面点一下首页，这里一个创作，然后呢这里面有这个有这个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选品。那么这里面呢是我自己刚刚拍的一些视频，它怎么做呢？第一个呢就是原创，原创的话大家看一下这个加多宝，这个加多宝呢就是我自己在超市里面买的，我自己喝完的，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喝啊，然后我就把它拍了给大家分享分享，就这样子。那么呢还有一种就是搬运，其实搬运挺可耻的啊，那么这个我就不过多的讲解了，好不好？那么这个二创剪辑，这个呢我觉得可以重点讲一讲。二创剪辑的话，目前群里面的小伙伴几乎都在用这一个呢，因为怎么说呢，其实原创的话有原创的好，但是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买一个这个加多宝，哎，这种很容易买，我很容易把这个视频拍不上去，但是这种东西单价低，它的佣金哪怕你再高一点，其实它的收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的，就是说通过这个视频卖出去的这些东西啊，至多也就几百几 K 小 W，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高它也是有一定的上限。但是我们群里面很多小伙伴，他们那个收米啊无上限的，他们怎么玩的？他们发的那些按摩椅啊，发的那些什么劳力士啊，还有一些非常名贵的酒啊，手机啊等等，那么那些的收益它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单单那个按摩椅来说基本上都有2K 左右。那么就说我们同样的一个视频啊，我发一个加多宝的，我卖出去一个单我可能是几毛钱，但是我发的是那个按摩椅的，那么成交一个单我可能就2K 多，它的区别特别特别大。但是呢按摩椅那些或者是说劳力士这些，我们很多小伙伴不一定能遇得见，我们身边也没有这些店，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去采集一些优秀的视频，二创一下，注入自己的灵感，给它剪辑一下，然后再给它发布上去。其实这个也是平台允许的，我希望大家也是这样子做。哦，素材来源于哪里？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加多宝呢我是在超市里面买的，大家可以在超市里面去买，看看你需要的这个商品，当然书店啊等等，看你自己发的什么商品。还有一个呢就是微商，我不知道在座的小伙伴有没有这个微商的朋友了，其实微商里面那个素材非常的高清，而且很多细节图，这是一个非常好利用的啊，大家可以直接采集了这些素材，然后配一下音就好了。那么这个文案呢可以直接在那个电商平台某多多啊，或者直接在京东里面那个马家秀那里面选一些比较好的评论，直接生成文字，直接困剪一下就 OK 了。那么呢还有一些抖音啊快手啊马家秀等等电商平台，全网的都可以。马家秀我推荐一下，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我们直接在京东里面采集了一些视频，我们看一看啊，京东我这里随便点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得见啊，这个评价里面，这里面就很多这个视频啊，也有这个照片啊，这些就是买家秀来的，大家可以在这里面采集一些，这个其实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贵在于真实，大家可以去利用一下。那么类似的平台，电商平台有哪些呢？就是某宝啊、某林、某多多，其实很多的，大家可以去发掘一下，这些大部分我都有涉及，目前我还是建议做这个京东视频。因为京东视频真的很稳，基本上我这一个月是10K 的话，那么下个月几乎不会低于10K， 只会往上走，所以大家追求稳的话我建议还是这一个啊。那么能否批量，目前我们群里面小伙伴呢基本都是十几个账号起的，当然一两百个号几百个号的其实也挺多的，大家如果说一两个号做得好的话直接批量上传就行了，毕竟赚钱不寒酸，对吧？现在直接给你弄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打开这个账户啊，看到没有？第一个呢点一下获取这个选品啊，点一下这个选品工具，然后这里看到没有，这里面有这些选品的这些页码，对不对？我们不管那些，我们的右键，然后点一下它这个检查，知道不？哦，点一下这个检查，
然后的话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看清楚了没有？我点一下，看我的鼠标，点一下。你这个录屏了哈，是吧？啊，对，我录了，等一下我发给你啊。好，我怕我记不住啊。好，我们点一下这个，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往下面拉一下，随便点一个页，比如说第二页第三页任何一个页码都可以，知道吧？然后的话你看到没有，这个 SK 开头的第一个，看清楚了没有？好，我们点一下啊，然后就往下拉，然后再往下拉，看到没有，在这里面，是不是？是不是 Kiko 啊？对，然后的话我们复制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这样的复制就行了，不要这样子直接复制啊，就是右键这样复制，直接我们要从这里面开，你一定要看清楚我的鼠标啊，一定要看清楚我的鼠标，然后往下拉，拉到这里面就行了，然后右键点一下复制，然后我们再直接打开这里面就好了，看着设置，这里面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它删掉，对，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就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选品，看到没有，它就出来了，你看这就不一样了吗，就是这个，对的对的对的，好，然后这是一个好物评测的啊，这是一个，这个是买家秀对吧，买家秀的你这个也是公用的知道吧，也是公用的，你可以直接删掉捏贴一下，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啊，保存成功，然后我们看一下选品，选择任务，看到没有，就出来了，是不是？就这样子就行，好吧？然后比如说像这些关键词，你如果说做专门的，你可以直接输入关键词，如果不用的话就不写，这些东西看自己喜欢啊，我们直接来采集一下，选择任务，佣金，比如说我要三个点上的，到100。这些选品看到没，马上就出来了，是不是？哎对对对，那个啥，弄两个吧，弄两个，我京东视频很长时间没有去发视频了，账户活跃度不高了，他还能不能给我们产生收益呢？刚好群里面小伙伴昨天在聊这个话题，那么呢如果说有兴趣的往后发，如果说没有兴趣的我直接告诉你结论，结论就是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发了视频，只要是视频没有下架，商品没有下架，只要有人刷到我们视频下了单，我们就是有收益。昨天刚好我群里面的小伙伴在聊这个，说多久不发视频这个会停止收益，我们来看一下最真实的这个聊天记录啊，我们点开看一下，这个呢是有收益的，178，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伙伴怎么说，快两个月没发作品了，竟然还给推流六，牛逼！好，我们再来移一下，看看这个小伙伴，看看这个是怎么说的，定位啊，这个7个月没发也推流，看到没有？7个月没发，我们再来移一下这个看看，定位到聊天记录，哇靠，强，这个厉害是不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看，点了一个大大的拇指，然后再看看这个，这个是288啊，这个号卖东西还是2个月前上的，所以小伙伴们，我们只管去发这个视频，在长时间不发作品的时候，该给我们流量的时候还是会给我们流量，我们该做的一定要去做。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是怎么采集京东视频的这个买家秀的啊。第一个呢，我直接在那个京东里面那个排行搜索一下手机最好卖的是哪几个，然后我们找到销量最好的那几个，比如这个我直接分享出来，分享出来它会有一串这样的码，我们直接把它复制一下就行了，复制右键复制啊，然后呢我们直接在这个商品 ID 这里面直接输入就可以了，这里的页码自己去调哦，你要是想采多一点就采多一点，你要少一点就少一点，我就这里默认是10页啊，我直接点一下获取视频就可以了，我直接看一下它采集的速度超级超级快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等一下它会采集在这里京东视频这里面，这里一个买家秀，我们看一下这里是空的，它就会装进来，好，我们等它采集一下啊，60多了，是不是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啊，我暂停一下啊，这里呢有一个暂停键啊，可以点一下暂停，关了。然后呢，我们右键全部选中，然后直接点下载选中视频。只要你不去设置，它是全部一起下载的。如果说你要设置几个几个一起采。